头两排乘客座位的车窗玻璃完全粉碎，车顶亦都被压毁，严重变形，挡风玻璃碎裂，车门亦都变咗形，闩唔翻埋。究竟发生咗啲咩事？或者另外一条网片可以解答到我哋嘅疑惑？意外发生喺星期日差唔多中午嘅时候，留意翻画面嘅右边，绿色嘅旅游巴喺猎麻坑路行驶。当架车揸到去香园围口岸嘅私家车停车场入口上斜桥面嗰阵，旅游巴就突然直接冚咗上去上面嘅桥底，并且发出咗好强烈嘅声响。之后旅游巴就开始后退。涉事嘅路段原来有标明高度限制系 2.4 米，旅游巴嘅司机就怀疑唔清楚路段有限高，所以导致意外。救援人员接报嚟到现场，25岁男司机嘅眼镜同埋手受伤，佢神志清醒，送到去北区医院接受治理。